连下了几天大雪，忙碌的许师傅开始了他辛勤的铲雪工作。开心吗？今天雪大啊、哦！是的。哦。咦？就特别舒缓心理，有没有？强迫症那种。解压。很松啊，这雪。一会儿我们打雪仗吧。你去夹鸭子吧。你能把手拿哪了？我放个鸭子在这啊。就剩个头了。我夹一个。马飞。你怎么还从这选人呢？那边那边那边。失败了，不能粘住啊！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也是我弄的啊！嗯，啊，不是人家。能成功吗？这次？呀，这个呀，鸭子翅膀掉下来，没有嘴呀，这个鸭子，这肯定可以了。来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最后一个啊！哎，有了一半，不许拍另一半啊！你这不都碎了吗？夹子成功，成功。